净忽悠我，你天天净忽悠我。你这个盒子装什么？这个盒子。那这个盒，这盒装垃圾呢？所以差点忘不到你了。忘不到你，没毛病，整的嘎嘎。哎，晨曦呀，喂，晨曦小姐姐，吃晚饭了吗？晨曦怎么不爱打字呢？晨曦，聊会儿去，聊会儿天。我看晨曦，晨曦头像老漂亮了。那晨，抱个狗，我河北的，抱个狗，我以为老漂亮呢，我以为是你。几个菜啊，哥们儿！中午没吃了，就是下午接着吃。中午买六个菜，没吃完呢。我俩现在饭量有所减少，有所下降。中午太多了，中午点是有点多，分量有点大。这是菜可以，空心菜，干完饭。